喂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又翻到嚟呢个。今次就唔系睇人扑街啦，今次因为唔系抽蛋嚟嘅，咁我可能改个名叫阿森打 FGO 啦，即系都系当系直播，都系打机环节咁样去处理啦。咁啊，冇错。咁啊，点解会想试？点解开呢个咧？就因为咧，我想自己。试下砌啲奇怪组合，咁啊打下啲关，大家同大家一齐吓，一齐叫做摸索下呢只 game。即系你都知噶啦，如果下下都砌，下下都攞啲屈角乜嘢咁样铲埋去，就好无聊啊嘛。间中试下砌，自己谂下啲组合出嚟砌，玩下咁啊，有攞啲成功感咁样啦。咁就系啦，适逢啊，就呢个泳装二 friend 之后咧。咁啊，兰陵王就换咗呢个新嘅灵衣啦。哇，咁呢件灵衣我觉得几正，几靓嘅，我觉得。所以就搞到我有兴趣想试下摸索下佢点样用啦。咁摸下咧就摸到个组合出嚟，所以就今次咧就以兰陵王啊为主题咧，咁就去试下打啲关卡望一望啦。咁啊，主要我想试去就打强化 quest 啦。咁啊拣。帮阿大卫哥补解咗先啦，好嘛？咁啊，打呢、這个。咁就我今次唔会用朋友嘅，因为我啲朋友就会放喺后边吸下，帮我攞下 fan point，攞下基本嗰个啦。嗱，同大家讲解下我呢个组合啦。哇，老豆好慢，屌，唉，真系部机真系好废。嗱，咁样而家咧，大家望到我呢个组合咧，就系兰陵王啦，咁啊加呢个术闪啦，再加呢个安徒生啦，咁啊系啦，咁啊兰陵王嘅技三咧就会系呢、這个要出嗰、那个就要机率发动噶嘛，咁所以咁咧。虽然佢技二咧就可以提高呢个强化成功率啊，咁但系咧净系加单体嘅啫嘛，咁突然间咧，咁我醒起，咦系，术闪系可以全体加呢个强化成功率嘅喎，咁然后仲要咧，兰陵王咧又系加呢个暴击啊，同埋呢个蓝卡 up 嘅，咁啊术闪又系蓝卡 up 啦，又系强化提升啦，又加打升率啦，咁发觉呢两只咧似乎系可以好夹，咁再加埋。术闪嘅宝具咧，系再进一步系帮手打星，然后再有呢、這个打完之后又会有呢个帮全队加暴击率咧，咁所以应该会变咗呢个蓝卡爆队嘅一个神奇组合嘅。咁而当然啦，咁净系靠佢两个咧，咁啊都咁啊兰陵王咧就当然系负责开宝具，又帮手扣对方气啦，同埋帮自己有家防啦。咁啊，亦都其实某程度上佢都可以系输出手嚟，因为我发觉佢暴击打人起上嚟咧都几痛下嘅，咁啊，所以暂就佢两个嘅组合啦，咁另外当然要加埋安徒生啦，而家安徒生又果然无组，又之前强化过嗰啲技能之后，已经劲到飞天咁滞，即系两星神角，我而家仲喂杯喂到佢变咗80呢添，咁啊，一方面又食到呢、這个术闪嘅呢个强化成功率 up 啦，因为佢个宝具本身系机率式发动啲效果嘅，咁所以而家有阿术闪去帮手，尽可能攞多几个 buff 上身啦，咁又有呢、這个佢啲技能又可以攞升啊，又帮手帮队友加 MP，哇加下 MP 啊，又加暴击啊，又自己可以一嘢扯多啲 MP 去尽快开到宝具啊，咁所以其实。呢个咁嘅蓝卡队伍咧，我觉得砌出嚟应该可能几有趣嘅，咁啊自己试咗玩下都可以，都 OK 啦，咁所以就开出嚟同大家玩下，睇下个情况点啊。咁咧，以防万一就其中有一个收皮咧，咁啊，譬如兰陵王或者求其一个收皮咧，咁我下边咧就会交咗俾呢个吓扶他剑客咧，咁就去做呢个后备。咁啊，幫手做一個坦啦，幫手即係一個嘲諷咁啊，幫手頂下招先啦。咁又如果連佢都唔掂咧，咁當然就揾我哋嘅爺爺咧，咁就去做呢個最終嘅一個後防啦。咁啊，最終防線啦，負責做呢、這個。咁啊，最因為咁到去到爺爺嘅時候，爺爺真係輸出手嚟噶啦嘛。咁所以就可能應該係 OK 嘅。咁
咁至於呢個術呢、這個朋友嗰只咁嘅術卡薩阿爾托利亞咧，我係應該係唔需要佢出場嘅。但係如果係不得已嘅情況，佢吞到佢上嚟嘅時候，咁都係要用噶啦嚇。咁啊，咁呢、這個Master 裝備我冇特別揀噶啦，咁我求其揀一個啦。咁要揀呢個我當，因為我呢個我都冇乜點升過，你又當升下啦。咁啊，加下暴擊啊！保具威力啊，咁又可以有一下回避加回血咁样，我觉得好似都夹到呢一队嘢，咁顺便升埋佢嗰个 level 咁解嘅啫。咁好啦，开波啦。咁啊，我见到今次嗰啲敌人主要就系 Saber 同埋呢个巴萨卡啦。咁见到好似唔系好食到嗰、那个即街双黑咁样啦，因为都有 Saber 咁，但我又冇 Arch 喺个队伍嗰度。想试啊，因为都想试啊，究竟喺唔冇特别克制嘅情况下，呢、這个队伍可以发挥到咩水平呢？咁我想试下嘅。咁啊，大家会唔会即系除咗嗰啲好主流嗰啲嗱嗱声啊？呢、這个双狮象冲浪啊，绿卡冲浪啊，或者而家就变咗双 caster 阿尔托利亚冲浪呢啲之外呢？你仲即系如果听众有冇兴趣会怀我自己，即系见到有啲咩 gag 角，有啲咩奇怪角色，又会试下谂办法砌队伍去煲起佢咁样咧？会唔会大家会唔会兴玩呢样嘢咧？大家有兴趣就喺 chat room 度留个言啦，大家一齐倾下偈啦，咁啊。好，喂叻机嘅喂。好，咁开波就话呢度啲 team 好易搞啫，咁就嗱嗱声帮阿术闪，好帮阿术闪加个技能啊，下尽快帮佢开咗宝具。我可罗托卡斯咁啊，应该唔使咁快加技能住，好。打 Q 咗佢哋先。了解です。用蘭陵王殺咗一隻先。好。行くぞ。哇！佢呢套靈，佢嗰套靈衣真係好正，我自己覺得佢。本身就話佢戴個鬼面具嚟去遮住自己個樣。咁而家变咗戴太阳眼镜，嗰成件事又潮咗，但系又几夹翻佢成个设定咁样咯。好啦，又升升翻，咁可以开波啦。咁啊，开个全体爆击先。咁啊，开行啲技能啦。好。诶、啊，呢、這个强呢、這个强化成功率 up 啊！咁啊，帮佢加埋能力，咁就离了啦。哇！点？我呢头讲话想好大谂头嘅话，谂住可以食多几个强化嘅能力，结果佢转头竟然同我 miss Q 晒，真系顶你啊！好啦，好嚟啊！好、哦。哎呀，不杀唔死添，唔紧要，交俾安徒生搞掂。唔知系咪错觉咧？我觉得安徒生佢改咗模组之后，啲打击率好似好咗。我唔知系咪有 FF 啊？我个人主观意愿希望佢可以，希望佢系咁样。咁啊，我惊唔够力，够唔够力咧？试一试先。好，咁啊，由呢个宝具。哦，来啊！
の人生を書き上げよう。タイトルはそう、メルヘン・マイネス・レーベンス。嗱嗱，今次就食正啦，因为有强化机率 up， 咁就食晒所有 buff 啊。咁样，反正安徒生个机率好似高啲喎，系咪因为宝具？好，王之好炮啊！呢个宝具 set 咗等速喎，冇留意到咧。哇！哇！我帮我打圣波，杀唔杀得晒？应该杀唔到啊嘛？杀唔杀到啊？哦，杀到，吓死我咩？我几惊佢杀唔到。好，咁啊，啲 buff 就冇晒啦，啲蓝 buff， 不过就起码都仲有啲暴击喺呢度嘅，咁就不如帮啊，好。Boom！ 哇，有啲痛，爆击发生率 up， 睇下先，开埋呢个先啦。得先，好打埋呢只星，跟住下一turn 试下用兰陵王去爆击打佢。OK， 好廿几，你唔系咯死咯，咁啊。睇下打到幾痛先可以，順便開個寶具俾大家睇下啦，睇下而家。依家蘭陵王佢嗰個寶具咧，即係佢少數係換咗靈衣之後，那個寶具嗰個畫面係有啲，即係個感覺出到嚟係有啲特別咁樣嘅，咁所以都開嚟俾大家睇睇啦。佢變咗除太陽眼鏡嗰個 feel 係真係有啲幾唔同嘅。唔係好理想喎，今次似乎因為前面打嗰啲都係 Saber 多，冇特別黑積階，所以其實個輸出都係爭少少。我哋打到兩場睇下點啦。喂，咁啊時間關係，我就啲寶具我都 set 咗呢個這個高速呢、這個快速寶具啦，好嘛？費事煩啦。可能我一開波太貪心，應該係因為第一 round 嗰啲，頭先第一 round 啲敵人都係萬零血啫嘛，其實應該第二 round 開始先挫高啲 buff 去開曬啲咩藍放啊、藍放啊，跟住咩打星嗰啲，盡量喺第二 round 先開會好啲。第一 round 其實唔使取到咁狠，嗰啲怪都萬幾血啫嘛。完了，死神。先殺咗巴沙卡先啦。
乌启迪斯。哇！杀唔到添，开冇开 buff 真系好渣呢添人真系。睇下先，因为都要打三 wave 咁留下力啦。咁用红卡杀咗先啦。咁不你话事？好。好。爆擊之後就可以嘅、那個情況，反而就咁。好 ，Ezo Mudduck， 應該殺到嘅。咪即係果然無阻，我覺得佢係打得，我覺得安徒生係打得大力咗嘅喎。佢系咪有？佢可能真系有调啲数值啊嘛？我冇特别研究啦，我唔知嘅。睇下先，咁啊，咁啊嚟了啦。好，咁就。好，加落去，咁然后呢嚟了 ，OK， 都系食唔晒。其实因为而家睇下先，而家呢招技都系 level 六，咁可能系咪真系要去到十技先有机会食得晒呢？唉，即系结果都系避唔到要十技。我开埋呢个，咁就嚟了啦。好，咪200%焗我啦。哎呀，我又唔记得。我又唔记得开高速宝具添，睇下先，我快啲，喂，杀到，哇，哇，好狗啊，系唔打嗰只，系唔打术闪噶喎，特登噶喎，你真系咁样就。应该爆击都冇意思啦，咁啊嚟啊！又说呢堆上 buff， 咁啊加落去。加落自己度啦，等下槍出到寶具，咁啊開寶具清咗啲波先啦。就咁啦。我又咪又唔記得開高速寶具啊？係啊，唉，又唔記得。光啊，应该杀到嘅，加防加暴击好得啦，清咗40粒星 ，OK。都系唔系，真系唔系好理想个情况，即系我自己 FF 太多啦，真系讲谂到件事好完美咁样。咁就
波加爆擊，咁啊熄咗寶具等速，咁就上啦。是不是要练，是不是个宝个技能练度要再高一点呢？喂，搞错啊，全蓝级咁打你呼唔到叉，有冇搞错啊？唉，冇计，交俾兰陵王。好，咁就交俾兰陵王搞啦，帮佢减 charge， 然后就请佢食个全餐啦。系啦，两个大家都好彩呀，因为之前我玩嗰几次咧，佢出亲宝具都出唔到怕丑仔嗰个表情，今次打两个 mission 就睇晒两个表情啦，大家。哦，我屌啊，无敌！咁样。佢而家无敌啊，一 round 嘅喎，咁就当打星啦。OK， 好，我九个回合。但系又啱啱好可以开呢、這个开技，下turn就可以开技啦。咁不如玩到咁苦，竟然玩呢只 game 玩到咁苦恼，真系自己攞嚟衰。咁就今次又加得齐啲 buff 喎，都神奇。好啦，下turn死边个呢？又系加唔齐，屌！睇下先，保住安徒生先。反正之后嗰只肉盾上嚟都 OK 嘅，咁就上啦。边个？哦，拜拜兰陵王。哇，揾你做主角，结果啊你走。不过唔紧要，成个战术系以你会死为大前提去谂嘅，所以系一啲问题都冇。咁就。哇，十二 round 啊，打咗喊出嚟，真系，我呢个第二关嚟嘅啫，喊出嚟。
OK。系啦，咁就爆击，我一个嘲讽啦，打我粒笨，咁又就加回星星，咁又，好。OK， 咁就咧，我应该杀到喎，好似试一试啊，唔开宝具啊，搞掂。喂，哇，打中关呢关都打咁耐，真系真係太大諗，即係果然係太大諗頭啊！成日諗住啊咁樣，唉、哎、有 buff 又回血又剩咁啊，無敵啊，樣樣都有，結果啊兩頭唔有幾頭都唔到喎，真係。咁啊，打埋最後啲關啦，要打就其實要即係話要過就一定過到嘅，反正其實都唔係啲咩好高難度嘅關卡，但係就搞到其實冇必要搞到咁低效率咯。其实呢只 game 即系除非啲咩特别高难度或者特登整啲刁难你嘅嘢，如果唔系我谂平时都系速刷嘅啫，即系包括我自己都系啦。系啦，先完埋最后嗰场啦。应该我估系两 wave， 跟住第二 wave 就打大佬嗰啲啊嘛，我估。如果是咁就可以冇咁多顾忌咁去爆连爆晒啲技咁去冲，系咯两 wave， 好。好。咁啊打个低血啲，棍啊！棍啊！哇，系咁打，好星星咪爆击，咁就加个爆击先，唔好加咁多嘢住啦。好。得先，好，好，开行佢，先加落自己度啦，扯爆佢，我窒添，部机真系好亏嘅，屌，好。我兰陵王交个技啦，哇唔爆击添，屌！唉。好，咁就咧，哇，喊出嚟，唔好啦，交俾，出到，哇，哈哈哈哈，佢，呢咪爆，有爆击就 OK 嘅，但系唔爆击嘅时候，呢啲 team 人真系废到一个点，好。
打边只 boss 应该唔好系四百啦，唔得。打四百又系磨咗天荒地老咁样噶咯。唉，好慢啊，真系。好，哇，阿福真系四百，唉，屌 ，OK。咁啊，唔等咯，除咗爆佢咯，系咯，卡呢个巴沙卡唔理住，好嚟，蓝色蓝 change。加工先，好，加工加房，哎，暴击，好，非常好，宝具连发啦，可以，虽然唔明白。唔明白佢呢个宝具连发有咩意义，不过唔紧要，上啊，上啊，拉丁王，疯狂碌佢个样，好，哇，咁就爆击可以留翻，咁呢个宝具俾阿系啊，俾阿术闪啦，咁就。俾阿术闪爆发啦！死咗真系，越打越觉得真系原来，仲谂住靠爆击可以搞掂，真系好唔够力啊！而家真系 feel 到，但系就，咦？但系唔系喎，七 turn。唔系喎，而家开始连开宝具之后，发好似系 O K 咗。好，哎，你玩完啦，阿福，咁啊，爆爆人啦，可以上啊，哇，斩啊！喂，屌啊，80% 都唔爆击。喂，阿蓝灵王，你做咩啊？你哇，下turn出宝具啊！但你已经，貴様は好きのターンではない。系啦，咁所以你玩完啦已经。唔惊，我开咗呢个先啦。反正你都没有，你都看不到明天嘅太阳噶啦。好，嚟啦。呀！哦，完哦！哦，过又清到个 mission。好，大卫哥宝具强化，睇下点先。必中状态库啊，敌单体超强力巨人特工攻击，高确率，跟住都系高确率咩技能封印啊？哇，巨人特工啊 ，OK 嘅，好过冇啦。
同埋宝具威力 up 咗啊嘛，最紧要。阿兰陵哥都系果然都系争啲，不过系咪？但唔系，其实我觉得咁样玩系有得玩嘅，但系就好睇机，始终都系虽然开咗嗰啲咩机率强化，但系都系要睇运气咯。开齐晒嗰下咧，咁啊求佢哋求其一个去连续爆爆爆咁样就好劲嘅，同埋基本上如果唔係第二 turn 咁樣特別黑仔，或者話嗰啲爆擊嗰啲情況特別混滯嘅話，其實呢三個係可以磨到天荒地老唔會死嘅。咁當然嗱，呢個講緊打嗰啲一般或者偏難關卡啦，真正打高難度嘅時候，呢 team 應該都係收皮嘅。講到呢隻 game 咧，一打高難度嘅時候咧，都離不開孔明梅林啊，同埋而家嗰啲咩術阿爾托利啊，同埋師匠嗰啲，基本上離不開嗰啲嘅。但係除此以外，真係我真係想盡量試下摸唔摸到其他嘢咯，即係下下都靠呢啲角色真係好無聊啊嘛！即係自己都即係雖然呢隻 game 遊戲性都唔算高啦，咁但係都諗啲趣味俾自己，等自己玩得開心啲啊！喂，係啦，咁就喂今日嚟到呢度啦，咁大家對於呢個即係抽蛋以外嘅呢個咁嘅環節，大家有咩意見呢？咁啊歡迎大家留低 comment 啦，咁亦都記得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啦，咁亦都 share 我哋嘅节目俾你哋嘅朋友啦，咁亦都记得去 like 我哋嘅 Facebook 啦 ，follow 我哋嘅呢个系啦，订阅我哋嘅呢个 YouTube channel 啦，亦都记得去 at 我哋嘅呢个电脑 Auto 综合评论区啦，咁啊记得星期三咧亦都会有呢、这个直播台啦，咁啊有啲正式嘅节目就到时喺嗰度出现嘅，咁啊今日嚟到呢度啦，好多谢大家，好，拜拜。